这里是大叔说话，有一个朋友在我们这儿订一束花哈，说是准备送给他母亲的，就是生日的花，说他母亲比较喜欢这种小清新风格的，上次咱们做那个白蓝色的花他挺喜欢的，所以说希望想做一个这个类型的花啊，咱们来先看一下用什么样的花材啊。这个是蓝色的绣球哈，既然是送妈妈的花嘛，所以说这个康乃馨必不可少啊。小清新风格的嘛，我觉得白色的有点素啊，感觉不太合适，所以我选了一种浅粉色的康乃馨，这个康乃馨叫做粉佳人啊。这个是蓝色的小飞燕啊，颜色很正啊，浅蓝色的小飞燕非常好看啊。这个是雀梅啊，开的正合适，也是一种很漂亮的花。这个是海上的多头康乃馨啊，应该叫波罗蜜尔，这个花挺奇怪的啊，跟一般的多头康乃馨不太一样啊。然后我觉得咱们再用一些这个洋甘菊吧，洋甘菊是很出效果的一种花啊，悠悠的，非常有小清新风格啊。这个是松虫草啊，紫色的，我觉得这个呢也可以拉一线条出来啊。玫瑰呢，我选用的是这个雪山啊，这是方德的白雪山。我还准备用一些白色的风铃草啊，因为它可以有一个向上的感觉，不会是那么平板啊。这个大家都认识啊，小手球。这个季节我觉得做这种小星星类型的花束，小手球是必不可少的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用这几种花啊，做一束小清新风格的一束花，是一个网友送给他母亲的哈，在这里呢，我们也祝他母亲生日快乐啊。